有洁癖的人吗？没有洁癖的人，我觉得是没有。没节操，全都掉地上。你节操呢？老师，我的鞋在上面。你看。没人踩，这么高，就这点小地方。人老师踩下怎么样？人老师踩是给你面子。我放到他刀上，你看，还打我。来，你好。哎，不错，说的都是累。哦，你还打我？这能拍着？你们干嘛？就是一张奥利的蛋。本人特别爱吃那种带馅儿的饺子什么的。真是黑是太阳晒得多嘛，就是太阳晒多的时候，我觉得皮肤变得好了一点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。对，之前皮肤是。之前会起痘痘啊什么，现在都不会。痘多的人我就成了。那我看你没痘了，我怎么坐也不下去？都忘了啊？他是总亲痘多的。就是总亲痘多的人，他会长。那我亲没痘的人，他也痘不下去，你就传染给人家了吗？痘了，皮肤下面都是螨虫啊。你没看过呀？这边抽，抽根签，十六个区，念出来是区。通州，通州的朋友们。通州区的朋友们，恭喜啊！是哪一位幸运儿可以获得锦鱼的料理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好。这发现了，看到吗？南城不来了，我发现他特别老干部，不，还有这种方法，升级版的。买一送一。